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一二三，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乔林日志。我今天呢要带大家去吃新加坡知名的夜市小吃 Pasar Malam。它这句话呢是马来话，意思就是夜市小吃。那这个在很有名的哈吉巷，就是有名的新加坡刺青街。然后里面现在开了很多就是知名的夜市小吃，因为 COVID-19 疫情影响，现在很多夜市小吃都为了求生活，然后开小店面，然后来开店这样子，然后很多知道的人就会过来这边吃。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 Oh My God Burger。这间 burger 它整个装潢呢，就是很像货柜集中箱，有没有？然后整体造型就很像你在货柜里面吃东西这样子。然后整个全部以红色色彩为主，非常走简约风。然后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很像地瓜球，它其实就是 sweet potato bowl， 就是跟台湾地瓜球味道差不多。那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 peanut with milk， 然后这个售价是6块钱。它就是用台湾的地瓜球，上面会撒有颗粒的花生粉，然后还会再淋一些炼乳，然后它吃起来就是里面中间空心空心的，然后就是非常接近台湾的地瓜球，所以想要回味台湾地瓜球的朋友们可以来这边吃他们的 sweet potato bowl。 然后呢，另外这边它主要的就是很多汉堡很有名，那我今天跟朋友一致，我们全部都点 fish cheeseburger， 然后它是以鱼肉下去为主，然后会加生菜，然后还有一些美乃滋。再来很好笑的是，我很喜欢这边饮料的中文的取名方式，就很像什么绿茶婊啊、绿奶奶，中文都很好笑，不过英文就普通一般。然后里面你看，它这边有讲说 ，OK， 它开在哈吉巷里面，然后它整个墙面呢都是自己请人家还有老板他们自己来绘画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就是一些马来话，然后就会让就是新加坡人觉得哦，这样子感觉很亲民，然后又回到那种夜市路边摊的那种感觉。选到哦，是那个冰。哦，那个绿色那个吗？哦，它是这个意思。噔噔噔，我点的餐来了。这个是 fish burger， 然后这个是什么 ？miss 的，它分别是什么味道？这是 peanuts 跟 milk。它有中文吗？这个？这个？Sweet potato， 哦，我们叫地瓜球，对不对？你们叫番薯球，帮我拉一下塑胶袋。你的十五号。嗯，给他戴帽子，他会冷，他会冷，冷要戴一下帽子。你再放上来。那你帮我开 chicken burger。哎，它是 fish burger， 怎么又 chicken burger？ 它的袋子都一样吗？哦耶！先借我拍好吗？耶！它是 cheese， 哦，你的 burger 打开，对了，你是 fish 吗？你也是点 fish 啊？哦，耶嘿嘿，好，这个是地瓜球 ，miss 的地瓜球 ，peanuts 跟牛奶，然后这个是 fish burger 两个，然后这个是绿奶奶 ，Oh my God， 的绿奶奶 ，Green Tea，Thai Green Tea， 然后这个是 Orange Soda， Orange Sparkling，
噔噔，好了，开吃喽！打开它，哟呵呵，会爆吗？不会爆。我觉得有点危险，你弹一下，把它那个气弹掉，可以吗？咬的，哦，还好，还好，还好，解除警报。开喝，开喝。如何 ？Orange。好喝吗？1到10分，1到10分，2分，这么低吗？没有绿奶奶是这个，是绿奶奶，还有绿茶婊，绿茶婊，帽子好可爱。哦，有一个 Green Tea with Jerry， 绿茶婊，好可爱。我的帽子掉了。它味道奶味很重哎，然后它感觉是用那个粉下去泡的，粉味很重，就 sparkling orange。这个就是它果肉跟果脯有放下去，所以你如果喜欢吃那种甜甜跟苦苦 mix 在一起的 OK， 这个可以体验。对对对，那你喝我的，很粉感的绿茶味道。这是地瓜球，我喜欢吃黑色的地瓜球。你吃的感觉怎么样？它中间有点芝心的味道，然后这边刚是有加竹炭，然后这个是 original 原味，就是地瓜球了。它上面有撒一点点的花生跟炼乳在上面，所以感觉会外面一点点甜，里面会比较甜。绿茶婊，绿茶婊，你要点个红茶婊，绿茶婊，里面是这个，我帮你解释。这个放一边。哦，你要自己换啊？不是，那为什么换啊？它底下是什么？底下是 jelly 耶，你这个没办法换。底下是 jelly 耶，所以你要用吸的，你要用吸的，没有吸到。很难吸，对不对？吸不上，吸不上来哦。摇一摇啊，搅一搅，硬的。哦，有了有了有了，它有动了。可能要把它搓碎哦。好，可以吸了，可以吸了。
吃一口。它这边有美乃滋，然后这边有一点像那个 chili sauce， 有点酸酸辣辣的那个酱，然后它蛋还蛮湿润的，不是偏干的蛋。然后这个是鱼排，这边这个是鱼排。我好像吃到胡椒味，没有吃到胡椒味。嗯，辣椒跟胡椒味。黑色一粒一粒的那个。嗯，我觉得是哦。我刚刚拿到三个颜色不一样。橘子，它这瓶子设计成这样，然后我觉得最后一口是吸不上来。你这都是红红的，难吸耶，没有水的。最后一口难喝，好困难喝，好困难喝。杰米在催我挖那个矿，挖什么 ？PI 那个，类似虚拟货币。我要装可爱。20号。你看，如果有点 jelly 或者是点水果的，喝到最后都吸不起来，怎么办呢？这瓶子设计，放弃。不行啊，我们不能浪费食物。还是你要用倒的？倒什么？就往嘴巴塞。你不要呛到哦。22号，都给你了。没有啊，要拍照啊。那个我以为你会比中指，就不是。你要也是。不行。25。比中指。可以可以。然后再三个，你要上吗？不行啊，会跌倒。可以了，三个人。OK， 放一个，放一个，然后你蹲下来，你蹲下来，不用，你蹲下来就好。你侧出镜头 ，OK。可以了。321，321，好了，可以拿下来了。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按订阅、按分享哦，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我有影片上传的话，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